大头，这那女的包，你看好了。혹시 ambulance 있어요？아진짜요？네숨쉬고있어요。네알겠습니다。所有的急救车都出诊了，最快一辆也要35分钟。那么久？如果这女的不行了怎么办？还是先送附近医院吧。那也好。哎，把你之前拍那照片都存好了，留着当证据。万一这女的醒了，讹上咱们呢？纯属职业病，上车吧。有备无患。안녕하세요교통사고로정신에있는여자가있어요병원어디있는지아세요